金曲歌王许富凯。大家唱歌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也感恩台顶所有的
乐手老师自己的破声，好不好？啊，做完手我工作人员，啊，做完很多生活朋友，中官感谢恁大家。好，所以要唱第二首歌，这首歌就要请乐队老师麻烦了。啊，这个老师跟我搞合作做这一届啊，嘛，我认识十几年啊，拢是上厉害的。带这首《只有伯端陪伴我》，谢谢。陈角现在来一次。就将你无声无息来离开，一次春天无情，袂当搁再有春天。我心内拢无准备，我好望我坐你去。有啥人会当亲像我，爱你永远袂变卦。你哪会痴迷无心肝，爱我寂寞在生活。有啥人会当亲像我，这个刚才是讲，这个砖量嘛，对不？我讲一个佛前加持，
婚前加持，佛前加持，婚前加持，对，因为他知道你今天是我们的压轴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来，刚才那傅凯婆想给他破，我来给他拍一下。阿廖道长，你是不够，你被送命了。来，哇，你帮我看一下吼，我美女啊。美女，我那个金曲奖在你丢吧，啊，你先帮我看一下。哎呀吼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每次跟他吹你，好、哦哦、谢谢。你讲老道长讲，你收到伊红金曲奖的，就一世人，对不？因为一般来讲啊，以往我也摕到红包是顶款底一杯酒啦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我想讲哇，我做活动的，摕到红包，你知道无？那个香包哦，香包，香气临门。哎呦，谢谢谢谢是是是，哇，我们今天我们指责讲我们台语金曲之夜呢，会使请到咱傅凯来个很牛 Angel， 非常的不简单哦。谢谢。那么呢，我刚才有讲说，傅凯其实比我年轻一岁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比我小一岁。我觉得我都比你大。但是哎，没有，不要再讲。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一个事情哈、哦，哎，傅凯听你刚刚哎，为什么这么讲？我跟陈梦贤是听傅凯的歌长大的。哎、欸，今天呢？你知道以前呢，在这真正不是个恁好小朋友，你知影不？因为以前傅凯最初在电视歌唱比赛时参加八大的亚洲新人歌唱大赛，哦，这是机会。嘿，迄当初一个赵薇汉神百货海选，徛伫张永强老师的边啊。卖讲加哈尔低调啦，对，哦，嘿，三百年前的代志啊，你知影不？哈，但是呢，因为一路上看了他的歌艺啊，哇，那节节高升，而且到最后已经无人可及。真的。那么，哎、欸。的确说在要代表主办单位向你谢谢一件事情。怎么说？因为呢，我们的傅凯的粉丝团啊，他讲透早，不是透早，播中到两点的时阵，大家到拜一啊，你知无？各位啊，你有这个爽快一啊，甚至爱感谢，婆香感谢咱傅凯粉丝团。好，两点，上百，但你爱上修。姐姐有交代对不对？我们郭姐有交代，上百上新哈，谢谢我们傅凯的粉丝团。郭姐乱，紫星官出来指挥交通没有啦？因为呢，我的粉丝呢，真的我要很谢谢他们。是是是，祝傅凯我们爱你。好，傅凯，我们给你。给你导这个少年音啊！他都要秀清姐出来，也讲我爱秀清姐。俺陈梦贤也出来，我爱张佩的，我爱陈梦贤。现在一看一个爱一个，哎呦，亲像彩花捧一丛，开花搁一丛，你怎样？来唱一个。我爱你。哎呦！我恨的人。听到没有？你这个小坏坏。彩花放掉，因为医生的关系，那么多傅凯唱伤济句哈。那这个其实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在帮你公关呐、啊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我们爱你，粉丝团都爱你。谢谢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我好像也来这个，也来香山，当时也是你喊的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你。我就记得。不好意思，傅凯此时此刻是我的。八位，我把你抢过来。叫、啊、你放马过来。那时候把你抢过去，是你过去。我们去那个啦，青草湖啦。欸、我们去那边寻宝哈。你那么可爱，对啦。那么、欸、我问一个问题，你讲，我不是讲年轻，听我的歌，你听什么我的歌较侪？你，我记得那时候你比赛有去那个再三五届。我印象很深刻。你对我再三五届。对。我包给委屈，谁人知？谁谁的无奈，谁了解？谢谢。哎、欸，你这人最优秀棍嘞！你唱的半调的，然后迄个妈妈有无？迄个用放上的心，你个竟然搁突然断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是当来呀、啊？我不是你搁唱的吼，我们经纪人他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不给你再发票来，你知影无？没有再办，还额外再补吃的补预算这样子。哎呦没有，那是我今天哦，我今天看到傅凯来很开心哦，因为这个那傅凯的歌真的是好听，而且我今天看到歌单就是一个两个字，用心啊，非常的用心。所以呢，这两条歌，你的我想讲要改歌，你要改歌哦，要改什么歌啊？来舞娘，来，没啦，不是，不要，你知道无？英文哦，哪一首？这两首拢是熟的啦，人西哦，而且呢，老师两口麦哦，两口麦，这条我夹错了，好，安尼哦，什么歌？你去喝阿酒，我请我了，好。